之前的坟地啊，就埋进嗰个火化的嗰个骨灰啊。所以我都记得几年之前我返乡下的时候啦，我的叔叔佢都跟我讲，这个地方啊是你爷爷的地方，咁呢个地方啊是你爸爸的地方，但后面少少啦，是你的地方啦。但是当我哋将死去的人埋进土地里面的时候啦，会有嗰、那个一个土灾啊，不坟。但第二年的时候啦，嗰个庄稼啦、麦子啦、粟米啦长起来之后啦，去将佢遮住。咁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啦，无论边个拥有嗰个土地啦，都会将嗰个坟个上面嗰个土灾啊系平晒。平落之后，你知唔知呢度要埋个死人啦？你会唔知啦，一定知道，因为啦，你挖咁大一个窿。咁當你嗰個交水嘅時候啦，個水又會咁樣流進嗰個窿裏面啦，因為下面係軟嘅，其他嘅土地係實嘅，所以個水啦流進去之後，你如果係交水嘅人，有時唔知啦，行到呢度，窟窿咁你都落去，哇，驚死人！但係啦，如果個軟嘅鬆嘅地方入水之後，第二年、第三年之後。再放多啲土個在佢之後，四年之後就冇人知呢度有埋過死人。好靚嘅土地係咪？但曾經有好多人埋葬在嗰個地方，而那些被埋葬嘅人如今喺邊度啦？邊個知呢度有死人埋葬啦？都唔係好耐嘅時間。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冇人知道。为冇信仰嘅人啦，遗忘嗰啲死去嘅人好容易。呢个啦，唔该你哋读一下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苏轼，苏轼他的最有名的一个江城子，是纪念他的太太，十年之后仍然怀念他。但是现在你们知道苏轼他的太太叫什么？怎么死的？死了之后苏轼是几耐时间去一次啊？去個墳地嘅地方啦，我都唔知嘅。蘇軼係好有名嘅一個文學家、政府官員，一代風流人物啊！我哋都唔知，可普通嘅人點知咯？所以死亡就係咁樣嘅，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就是这样的，所以死亡是真的很容易使人忘记、遗忘、遗忘。你来了，历史后的所有亡灵的人物，就是我们作为天主教的神父，你第一个去做亡灵工作的时候要通告有信仰的人讲什么，就是一定要宣告为信耶稣的人死亡不是一个终结，一定要讲。就好像上面那个图啊，
當你睇到好似人由上面落去，一定會死嘅時候，所有嘅人都以為會死嘅時候，作為一個神職人員，作為一個有信仰嘅人，你應該同其他人講，你唔會死嘅。呢個就係信仰。在天主教亡者弥撒，就是人世之后了，我经常会给他们做弥撒，做首领祈祷，做初本，去火葬场都有会。咁在弥撒的经文书里面有咁样一句说话，第一部分讲的是我们因耶稣的救恩，可以使我们已死亡的人都拥有救恩和希望。好一点了，第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天主会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变并非毁灭，所以死亡不是终结，只是一个改变，而这个改变是一个更好的方向的改变，向着真正的生命的方向改变。这个是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就是什么呢？人死如灯灭。冇信仰嘅人係咩咧？就係你埋進地裏面嘅時候，二十年之後冇人知道。但係咧，為有信仰嘅人，死亡我哋都好清楚，有一日我哋都會重新見到，因為生命唔係終結。第四，我哋要宣告死亡後有復活。好緊要呢個，點解咧？保羅哦，有咁樣一句説話，佢講：如果耶穌冇復活，咁我哋所有相信耶穌嘅宗徒，就係耶穌嘅十二個門徒，加埋保羅。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自己去找咯，十三天书信一定可以找到。但是同时呢，保罗有另外一句说话，他讲啦，耶稣的复活给了耶稣一生有个意义，如果没有复活，但没有耶稣的四部福音，讲耶稣行几多的奇迹，耶稣死亡之后完全什么都没有意义。但因着一个复活，使耶稣的说话、耶稣的行动、耶稣的奇迹成为完全不同的一个救恩的使命。所以呢，就好明白點解當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啦，咁多人都問佢：耶穌，你由十字架上落嚟啦，你落嚟之後我哋做誰啦？佢哋會唔會信咯？一定唔會嘅。好多人睇到耶穌復活死人，
他们复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的耶稣复活了拉撒路，这么多人看到他们信耶稣了吗？没有啊，他们学因着耶稣复活拉撒路，所以在五到一个月的时间开始敌害耶稣，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拉撒路之后的生命是怎样的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相信了拉撒路的生活一定很辛苦很危险，因着耶稣将他复活，所以他不可以作为一个正人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死亡之后可以相信的就是拉撒路一定很危险，是不是被其他人迫害而死呢？都有可能，但没有任何记载，都不清楚。在这里是什么？死亡之后的复活是我们所有相信耶稣的人的信仰的中心。如果没有，我们的信仰是假的，一定是。耶稣明说，你是马尔高福音，他说马可福音第九章，这个是耶稣三次啊，明明跟他们中途他们徒弟说我要死啊，但死亡三日之后复活，但他们徒弟一直到他复活之后都不信他复活。现在我做这样一个圣经的课程啊，给我们圣母玫瑰堂建立的社，就是关于圣经中的人物，用圣经中找几个人物，一个一个去看看他们的生活。你都如果好详细好仔细的去看看圣经中的人物，你可以看到什么？是所有的人物当中耶稣的徒弟啊，十二个门徒是最衰的门徒，好多人都比他们好啊，比他们有信德，比他们有毅力，比他们更坚强。但是呢，耶稣就拣选那些衰人成立自己的教会，而耶稣叫什么？耶稣叫他的门徒就是磐石，而我的教会就是磐石出现的教会。所以可以知道是什么？是使个教会成长存留到现在，不是中途的工作，不是我们全国的工作，不是主教的工作，不是神父的工作，不是你们每个教友的工作，是谁？天主的工作，是圣神的工作。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是什么？是耶稣的复活给了很多的意义。约翰福音十一章，其实都是拉撒路耶稣和马尔大的说话。但是在这里是什么？就是第二步，耶稣自己复活了，相信耶稣的人，这个是耶稣许下的，都好，都一定会像耶稣一样复活。所以呢，我都找到这样一张照片，挺好的。所以有一天当我们死亡之后，耶稣都会接受迎接我们去入到耶稣为我们准备的救恩。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当我们去为已经死亡的亲人家庭为他们牧灵的时候，一定要跟他们说死亡不是终结，同埋死过的人一定会复活，因为我们相信的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保罗有个保证，
亦係嘅羅馬書信裏面嘅。呢、这個好緊要，尤其當我為我哋已經死亡嘅舊友做手嘢出版佛像牆裏面嘅為佢哋做祈禱，做一個講道嘅時候，好多次我都同佢哋講，係啊，我哋都好傷心，好心痛，因為我哋失去咗自己嘅親人。但係啦，耶穌嘅復活俾我哋光明，俾我哋希望。咁有一日，我哋都會重新睇到我哋嘅家人，邊個邊個人，佢已經死咗，但係唔係死亡，係一個生命嘅重新開始。所以復活好緊要。